南哥，嗯，我可能得先走了。干嘛去？赵总，我得过去一趟。我就以茶代酒啊，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我们终于内测成功喽！来，三杯！我这事业好几个月了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就打算带我媳妇儿回老家卖。 搜提斯串串香，那不挺好的吗，哥？你卖串串香的话，怎么就有口福了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串串香好，我最爱吃串串香了，是吗？嗯，自己买去。<笑>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我开串串时候真没想过在这儿干多久，想的最多3个月我就出国留学去了。后面真哥来了，这人真有点东西啊，然后就决定留下来了。哎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了吗？ 意思就是我耽误你留学了，是不是？我听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没那意思啊，郑哥。哎，经理，这个我觉得没那意思，真的没。哥，真的，一看你就不会说话。叫谁哥呢？啊，咱俩谁大？你知道不？我比你小吗，哥？那星哥，您来一个。我来一个。我郑哥，真的是，嗯，你郑哥什么？真的是，你也是有为，有能力。 而且啊，我哥跟那些什么创业偶像可不一样，那些人光有什么以为有想法就能成功，但其实不是，靠的还不是咱们这些人嘛，一砖一瓦的把楼给他建起来的，是吧，哥？金川，金川，哎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就是这种擅长拍彩虹屁的气势。我也来加个彩虹屁，有杨总这样的技术大拿在，那是我们荣文堡的运气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啊？对。 有了杨总呀，我们惠斯才不算是草台班子。像你们这些彩虹屁都是跟刘雪山学的吧？哎，干杯！干杯！哥，真的哥，弟弟别人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哥多担待。哎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跟着哥你真的是我荣幸，真的我跟着你真的是弟弟的荣幸，哥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喝多说点真心话吧。哎，你别一直那个，郑哥，你说什么呢？ 咱俩谁是哥？闹清楚了没有？我是你哥，那我也是你的哥。<笑>嗯，你也是我哥。哎，南哥，嗯，我可能得先走了。干嘛去？赵总，我得过去一趟。啊，那应该去，应该去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老杨。 有个情况你必须得落实一下啊！这丹尼买了，这不你在吗？给你个机位。哎呦，那这刚我有事儿，我先走。哎，买完了，给你开玩笑。你告诉他们少喝点啊！好，没问题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走了？你们好好吃，好好喝。少喝点啊！郑哥，你走了，你走了，走了。郑哥，你慢点啊！哎呀，挺好的啊！好好干，你慢点，哥。嗯，拜拜，拜拜拜。郑哥是回家陪嫂子去了。